大家好，这个呢是之前猜纸偶的时候就想起来，他之前预定的时候我没有买，这两天想起来了嘛，就想去买一下，结果发现就这几个小伙伴还挺好买的，这三个，然后阿呆变得很贵，然后小新变得更贵，小新和阿呆涨价了，然后小葵也稍微有一点点涨价，小新和小葵是第一弹的，就他们俩先出来，阿呆和风间是一起的，正南和宁宁是一起的，然后还有个康纳姆机器人，好像最近才出吧，康纳姆机器人是最便宜的，小新我也买了，在路上，就是另外一个包裹，后面我又去那个就是有现货的那个淘宝店去买了小葵和康纳姆机器人，也在路上，就是后面还有三个包裹，就一共凑齐他们七个人，然后这一个呢是他是打包出嘛，然后我看阿呆单卖都挺贵的，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打包，这几个小伙伴是395啊，不包邮，阿呆现在他自己就167了吧，所以也差不多这个价吧，然后还不太好找，我们一个一个来猜吧。这个阿呆是我觉得这一款这个超能大决战就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周边里面出的最好的一个，钱王良出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就这四个就是未拆的嘛，这个妮妮是有点合损，其他的都还好，其实我不是很在乎盒子，所以无所谓，全新的就挺好，噔噔出来了，阿呆这个好棒，鼻涕没给我甩掉就可以，我很怕他鼻涕断掉，然后他有个车子，然后还有个底座，我把几个小伙伴都拿出来再一起弄吧，来妮妮，噔噔，妮妮的姿势也特别可爱，正南，我发现了好多小新的周边嘛，正南都是涨价的最特别厉害的，但这只还好，可能我时间赶得上，噔噔，正南，他们俩朝这边的就是 A， 朝这边的就是 B。他们的这个盒子很有意思，它这边是就比如说这个是正南的正面嘛，然后这边是这一边，这个是这一边，像这种的话它就可以拼起来，这个也很好玩，好的，风间放后面，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拆他们几个，我前两天看一个 UP 主拆箱，然后他的妮妮的这个头发断了，天哪好虐，我就很担心我的会不会这个剪刀，这剪刀怎么要放哪，这撕吧，出来了，小心一点，然后底下有这个擦底座的这个背面正面可爱的妮妮，我看看涂装有没有瑕疵，没没有，然后这里有点那个胶印，就是身上，然后底座给它按上，好的，好，放在自己的上面，好的，下一个来正南饭团头，正南这个表情我很喜欢，他终于有这种就是不是哭泣脸的，就感觉还挺坚毅的，这种是这样子吗，哦吼，这个好像没对上，哦是这样反过来，正在打太极，饭团头小孩，哦吼，正南这个有瑕疵，看他的这个眉毛这个地方有一个划痕，天哪，然后他的饭团头上面还有颗粒，哎，不过算了吧，万代的东西就也不能对他有太多期待，好的，正南像个和尚，好，风间，啊，这剪刀真的像个狼牙棒啊，这刀破，风间那个表情我也喜欢，他也是凹凹的，就是嘴巴都很简单，但是他们的剪就是经典配色的衣服，啊，风间只有一个眼儿，会站得稳吗，然后他后面这个脚是有点翘起来的，是有点太稳，我觉得，好的，来啊，我们重头戏，我们的阿呆，阿呆就是应该涨价，因为他有配件呀。当时后悔当时订的时候为什么没订，他们订全套好像到手就550吧，人民币。然后我这边全套搞下来，可能800了。小新太贵了，小新200多。虽然小新我觉得他很丑，就是那只小新做的不太好，但是他好贵。阿呆也是只有一个脚一个牙，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把他的这个放上去，插上。好了，就是这样，四个小伙伴，大家最喜欢谁呢？过两天小新还有小葵还有康纳姆过来了，我再给大家一起拍个合集吧，大家拜拜，拜拜。